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珊。今次呢，我用这个 Google Map 去示范呢规划这个三夜四日的福冈行程的。首先我们打了 Google Map 啦，然后就在这一度呢就找我的地点啦。咁跟住就去这个地图啦，就建立地图。我在这个标题呢就给一个名字，福冈三夜四日行程规划， OK?咁你 save 咗佢啦，然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咧就再新增一个图层咧，就写住 day one 啦。day one 咧就系你去香港Fukuoka Airport 啦 ，OK， 咁啊打 Fukuoka Airport 落去，然之后咧就加落去呢个 plus 嘅学即系符号啦，然之后咧你就可以 edit 加啲 information 去嘅。嗱呢个设计个 icon 啦，咁佢自己本身有好多 icon 嘅。咁但系我嫌佢齋得滯啦，咁我就自己設計嘅。咁我打嗱去呢個 Google 術圖片啦，我啊打呢、這個飛機咧，咁啊代喺個地圖嗰度會show 出嚟噶啦。自己即係中意個人喜好啦。咁就好啦，就 save 咗佢啦。咁你未見到嗰個飛機仔，即係好特別嘅。咁咧另外咧又可以加圖片啦，咁啊加個福岡嘅機場嘅圖片啦。咁啊，你喺个地图度按出嚟咧，就自己可以睇得到噶啦。咁啊，仲可以即系加啲 description 落去嘅啲描述啦。OK， 第一个步骤做咗啦。咁我哋就去呢、這个福冈嘅 subway 啦，就搭去市区啦。啊，咁跟住咧就去 check in 完咧，就第一晚介绍咧就系、是、去中州啦。中州 Nakashu 就是红灯区有3500个餐厅、酒吧或者是这个的那个屋台，他们的车仔面档叫屋台的。那么就我现在这个做的示范不是那么好了，你 show 的图呢，中州我想给个 icon 去，但是那个 icon 呢 show 出来呢就不是那么漂亮，因为小得滞，所以你自己可以加个加上冇所谓啦，但如果加在地图的 icon 咧，就即系用一啲简洁啲嘅线条嘅 icon 比较好啲咯。嗱，加幅相落去啦，你迟啲揿翻你呢一个咧，你我阵间会send 咗条片上去 YouTube 咧，会摆一条 link 落去，就系做咗呢个地图之后咧，可以分享俾大家嘅。你可以设计咧，分享俾你的朋友你可以 send 俾边个都得嘅，公开都得嘅，咁亦都可以自己 edit。咁去完食呢个中州咧，咁我就再设计当晚咧，你系可以去一个24小时嘅唐吉诃德或者系吉安之殿堂啊，佢系24小时嘅。如果买价，因为佢免税嘅，买够5000 yen 咧，你就可以带个 passport 去免税噶啦。OK， 咁我又加一个自己个别嘅icon 咧落去嗰个地图嗰度啦。shopping 啦 ，duty free 噶啦，咁样就喺地图嗰度容易睇嘅。OK， 咁我就 save 咗佢啦。咁好啦，就去完呢一个 day one 啦。咁啊，因为 day one 唔系咁多时间，我哋打 day two 啦，又新增呢个图层去 day two 啦。咁啊，打地方名啦。第一个地方day two 咧，我就介绍大家去呢个柳桥联合市场啊，就系、是、买手信啦、食嘢啦，即系好贴地嘅呢个地方啊，即系去即系类似 local 嘅街市啦，咁有好多纪念品啦。如果你想买明太子喺呢度好买啦吓，因为最平嘅，咁啊亦都有多蔬菜、生果啊、食物咁啊，俾你买翻酒店啊好。咁我即係示範咗俾你睇點樣加啲 information 落去，製造你自己個別嘅地圖啦，可以 share 俾朋友啦，或者公開啦。咁咧亦都即係你當你喺當地可以上網咧，你就可以撳一撳呢，即係攞咗呢條 link 之後咧，就可以撳嚟睇啦。一撳咧你就見到呢啲地方嘅。OK， 咁我設計咧就朝頭早。第二日嘅朝頭早，咁啊，梗係唔好去即係一早就去買嘢啦。咁去完呢個市場之後咧，我就介紹大家去呢個行程咧，就係支田神社啦。支田神社咧，你睇翻我之前介紹福岡十大推介咧嗰條片咧，你見到咧呢啲又係影相嘅地方嚟嘅，即係你信唔信佛教都好啦。咁呢個最有代表性嘅神社啦，然之後咧就去
上呢、這個村端商店街咧，就俾老人家去買啲傳統啲嘅嘢啦。OK， 咁然之後咧，再夜少少咧，就會去到 Canal City Hakata 嘅，即係個博多運河城啊。咁嗱 ，Day Two 咧，你去呢幾個地方咧，就已經好夠玩噶啦。咁啊，黃昏開始又可以去呢個 Canal City 嗰度，又可以影相，又可以食嘢，又可以 shopping 啦。啊，咁 Day Three 啦 ，Day Three 我就又係朝頭早叫你去能古島公園啊。咁啊，晨早流流去公園點解咧？哇，聞下新鮮嘅空氣啊嘛，同埋我唔想一早就去 shopping 咧，買到成手嘢，唔通你又翻酒店擺低啲嘢先再出嚟咩？真係好嘥時間噶嘛。咁好啦，去完之後咧，你見到我重複做呢啲咁嘅動作啦，打個地方名啦。咁佢出咗嚟之後，你就加落去嗰個地圖嘅景點啦。然之後咧就自己製造一啲 icon 啦，特別嘅 icon 啦。如果你唔中意嘅話，藍色嗰點咁樣都 OK 嘅。咁然後又再打啲 description 啦，又可以加下相啦。咁因為費事重複做啦，因為個時間即係唔想條片太長，睇到你眼瞓啊。OK， 咁去完呢、这個 day three 咧，去完咗公園之後咧，咁跟住下晝咧。當你朝頭早十點至到兩點去呢個公園啦，咁跟住就去呢個博多站 Hadaka 呢個購物中心啦，然之後咧就黃昏咧就可以去天神啦。天神你睇翻我之前介紹天神嗰個地區啦，咁啊 Day Four 啦 ，Day Four 冇咩特別啦，都係出去即係 pack 嘢啦 ，check out 啦，去機場啦，咁又即係打翻呢一個 Fukuoka Airport 咯，咁你可以買啲 duty free 咯。咁你記得啦，好多人中意去買呢、這個whisky 嘅，咁但係香港咧，你知道即係如果過咗幾多十個 percent 嘅酒精咧，佢係會咩噶？會俾税噶。咁嗱，依度啦，最後尾啦，就係分享啦。分享咧，我可以公開嘅，公開咧我就可以俾你哋任copy 咗呢條 link 咧，就可以睇翻我呢個設計咗嘅地圖噶啦。咁啊，三夜四日嘅行程嗱 ，edit 呢個係我本人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你如果你自己自己製作嘅話咧，咁你亦都可以話邊個可以 edit 噶 ？OK， 咁嗱，呢、這個就係 day one、day two、day three、day four 個行程啦。OK， 咁如果你話即係你冇得上網嘅，咁你可以直情 print 咗佢出嚟睇嘅。咁啊 print 咗之後咧，咁啊揸喺手嗰度就好方便你去旅。好啦，咁啊下次再同你介紹分享第二啲地方嘅行程規劃啦，用嗰個 Google Map。OK， 拜拜。